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看世事讲台语》，我是阿文。咱拢知影讲教育真重要。啊，伫古早时代啊，因为这教育也无亲像即马遮尼啊普遍。啊，毋过古早人因真巧哦，因拢会要利用这個宗教的故事，用这画图的方式来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在生时阵，歹代志唔通做上多，较袂讲后摆就要落地家去受苦。伫古早一本书叫做《教育宝钞》，内底就是伫讲地家十殿有啥物款的苦行。其实上界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教人就要存好心，做好代。那不同的殿呢，都会有不同的阎罗王会判我们的罪行哈。那看我们生前做了哪些事情，我们就会到那一殿去要报告哈。那以前没有国民教育，那这些善书呢，就做到了所谓的国民教育的一个功能。所以它是以前人的教科书，也是现在以我们现在语言来讲，就是所谓的绘本啊，因为它有插画又有文字，让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了解里面要就是要传达的一个内容。在新北市英会世界宗教博物馆，最近当地做神主宝卷的展览，内底除了《教育宝钞》正珍贵古早本，佮有定做一本较大本的，会当予民众边开看。另外，佮专工做用翕相牌仔佮立体珠，希望用较趣味、较无遐恐怖的方式，来佮细汉囡仔解说即内底故事佮道理。如果生前呢不洗五谷，死后呢就会变成六畜哈，所以这边就有所谓的变生所，就是在这边我们就会变成动物了哈。如果没有听长辈的教训，会被一个大石头压着哈。可是相对的啊，如果老师呢没有好好的教学生呢，也是一样哦，也有被大石头压着哈。我们要在学校当一个乖宝宝，不然会被石头压住。你今天午餐有乖乖吃完吗？有。那你知道浪费食物会怎么样？不然我哭吧。除了专门提供阎罗十殿的玉历宝钞，这届同时的展出，文昌帝君广告界、马太加道加福音，这挂民众拢较熟悉，无同款宗教神主。因为世界上宗教虽然有八百款，但是若讲到底，拢是在教做人的道理。记者陈嘉宏中新北市采访报道。对，大多这条新闻内面，咱会当看到咱的民间传统信用上基本的价值观，就是善有善报，这恶有恶报。其实也有另外一句话啊，叫做天公笑破。这个俗语虽然只有短短是四字，啊，不过这意思就是讲啊，天公伯啊，遐有一本簿仔哦。这个人啊，做好做歹啊，拢记录伫个内底。时间若到，就是有想有法。这和咱大多讲到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价值观，其实拢共款。